今天我18岁了。他们说18岁是分水岭，一边是少年时代，一边是成人世界。我会变老吗？还是变酷？更自由吗？或者更不自由？更成熟吗？会把孩子气搞丢吗？带着无数问号，时间催我开始起跑。我想真正的长大是认清现实之后，还敢更天真，更浪漫。而我也会更笃定，更真实，更简单，活得更特别，更善良。我会遇见更好的我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更18。